刘星系，你到底是啥子人？你们没有一个像唐龙，没有一个像唐龙。唐龙，你还是唐龙。你之所以杀人犯，之所以成为杀人犯，也是非他的自信。他这是生于杀戮之家。 我知道，如果想毁掉过去，就一定要离开家乡，重新来过。我要做刘金喜，我差一点点就可以了。人类身体很奇妙，是可以骗人的。我就是用你的身体也骗一次。唐龙，你一定要死。我的唐龙去世了。我的唐龙去世了。